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呢，将这个多项式哈、哦，把它展开了 ，S 加一、S 加二、S 加一直乘到 S 加 n 的话，把它展开，展开成呢这样子。好，那么他问说呢，这个多项式的那个什么呢 ，n 减二项 ，r 除以呢三 n 的平方乘以呢 a n 减一项，就这一项哈、哦。n 减二项 ，n 减二项在这里啊、哦、，n 减二项哈、哦，就是说这个第三项的系数了、哦、第三项的系数，啊除以呢三 n 平方乘以第二项的系数，啊取极限值，这个会等于多少？好，我们现在哈、哦、来看看这个 n 减一项哈、哦，就第什么呢？这个是算是第二项，就 a n 哈、哦。减一，这个等于多少？就是说它的那个 x 项就是，这个是 n x 是 n 减一次方嘛？那 n 减一次方这是什么意思？就展开来的话哈，这里要有什么呢 ？x 的 n 减一次，那、啊、再乘以什么呢？比如说乘开来的话，比如说一嘛，那、啊、乘以多少？这些 x， 这里的话总共有什么呢？总共有 n 减一项嘛，我就是一啊哈。啊、乘以多少呢？这里哈、哦，就是说呢，现在的话哈、哦，这里有 n 个嘛，等于是 n 个箱子嘛。n 个箱子的话，第一个箱子的话取一嘛，其他都是取 x 嘛，那就是一乘以 x 的 n 减一次方嘛。再来呢，第二个箱子取二嘛，啊，其他的箱子都是取什么 x 嘛，就变成 x 的 n 减一嘛。啊，再加多少呢？加第三个箱子呢，取三，啊，其他的话都取 x， 就是三乘以多少 ？x n 减一嘛。然后呢，哦，这个是 n a 一哈 ，a n 减一啊 ，x 的 n 减一次方嘛。哦，这一直加嘛，加到 n 乘以多少呢 ？x n 减一。所以它那个系数哈、哦，实际上是一加二。加三嘛，一直加，加到 n 乘以 x 的 n 减一次方嘛。那也就是说哈，也就是说了哈 ，a 的 n 减一啊哈，就第 n 减，x 的 n 减一次方项的那个系数，就什么呢？就是这个了，就一加二，加三，一直加，加到 n。这个等于多少呢？二分之 n 乘以 n 加一、啊、好，那我们呢，这个就把它给擦掉、哦、把这个系数给记下来。哦，就是说哈、哦、，n 减一啊，就是 x 的 n 减一次方那项的那个系数，就是二分之多少呢 ？n 乘以 n 加一、啊、好，那 n 减二呢？n 减二的话哈，就是 a， 然后这个是 n 减二嘛 ，x 的 n 减二次方嘛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就是说哈，我这里话有 n 个箱子嘛，其中有 n 减二个箱子呢取 x， 那另外呢两个箱子的话取什么呢？取那个系数，所以等于什么呢？等于是说这个那个系数哈，等于什么呢？等于是一乘二嘛。啊、再乘以呢其他 n 减二个箱子乘以 x 的 n 减二嘛，啊、再加多少呢？加这一个，啊、跟第三个嘛，哦、就一乘三，哦啊、再加一乘四这样子、哦，然后再加多少？那这个一的话都乘过了嘛，再来的话是二的，就二乘三加二乘四点点点，总而言之哈、哦，然后呢？它 x 的 n 减二次方嘛，也就是说哈 ，a n 减二的话哈，事实上是等于多少呢？事实上的话哈，是等于多少呢？事实上是从什么呢？从一、二、三的哈，一直到什么？到 n 的哈，就是说任取两个相乘，随便取两个相乘，所以是等于多少？等于是，哦，我们说 i 大于 j 好了。然后这个是到 n， 这是 i 乘 j 啊，
哦，就是说哈，这个比它大嘛，这如果是一的话，这个可以多少呢？可以是一，这如果是不行了，不能等于啊，这如果是一的话，这个的话就是二三四五六到 n 嘛，这如果是三的话，这个四五六一直到 n 嘛，也就是说哈，通通要取到，就是任意两个啦，就是说呢，就是 n 个哈取两个这样子，n 个取两个。这样总共有几项呢？总共有那个 n 啊乘以呢 n 减一哈啊除以二，总共有这么多项。好，那这个的话哈，我可以怎么看哈？我可以看成什么呢？看成是 i 呢不等于 j 了哈，然后的话呢 i 乘 jn，然后呢 i 乘 j 啊，不过呢要给它乘以多少？乘以二分之一啊。这个的话呢，就是说它要比它大嘛。哦，这个的话等于啥？等于是包括什么呢？包括 i 大于 j，啊跟什么呢？跟那个 i 小于 j 啊。哦，那 i 大于 j 跟 i 小于 j 是上一样嘛，所以你要把它乘以二嘛。哦，这刚好是两倍嘛。哦，然后这个又等于说呢？等于哈，我这个是二分之一哈，抽出来哈。然后这个话，i 不能等于 j 啊。那我现在如果可以等于呢？就是我现在哈，i 可以等于 j，也就是说 i 从一到 n 了哈。然后 j 的话也可以从一到 n 嘛，然后是 ij。我要扣掉什么呢？扣掉 i 等于 j 的，i 等于 j 的要扣掉，所以呢是 k 等于一到 n，然后 k 的平方。好，这个 k 等于一到 n 的话，这个等于多少？等于是 i 等于 j，哦，啊等于 k 啊。现在我就把 i 跟 j 的话换成 k 嘛，那 i 跟 j 要一样的话，所以这里是 k 平方，这里本来是 ij 嘛，啊两个一样的话变成 k 平方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又是等于哈，i 等于一到 n 嘛，i，啊乘以多少呢？z 等于一啊到 n 哈，z 啊，啊这等于多少呢？这个就等于二分之 n 加一哈，整个的平方了，整个的平方，所以这里面的话是等于多少？是等于哈，二分之一多少呢？这是二分之 n 哈，啊乘以 n 加一的整个的平方嘛，啊减掉了这个多少？这个是六分之 n 加一，啊乘以二 n 加一啊，这样子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这个就算出来了。哦，这个我也把它摆在这里，就是说哈，这是 na 减二嘛，哈，这个把它摆在这里，摆在这里的话是等于二分之一啊。然后这个是二分之 n 加一嘛，整个的平方，啊减掉呢六分之 n 加一，二 n 加一啊，这样子。好，那这样子以后，那我就可以算它的极限了。好，现在的话，我把它一除嘛，我这个呢，a n 减二啊，除以多少呢？3n 平方嘛，乘以 an 减一嘛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这个是，这是二分之一啊，二分之 n 加一嘛，哇，整个的平方啊，减掉呢六分之 n 加一，二 n 加一啊，这样子。它除以多少？除以这个 3n 平方嘛，再乘以多少？乘以这个嘛，二分之 n，啊乘以 n 加一嘛。然后我现在要取那个极限值啊，取极限值的话哈，这个它的那个最高次的那个项的话是 n 的四次方嘛，这最高次的项也是 n 的四次方嘛，然后其他比那个 n 的四次方的话哈。
我就全部呢除以 n 的四次方的话，那其他低于那个 n 的四次方的那个都趋近于零，所以的话 limit 哈 n 趋近于呢无穷大的话，那这个等于多少呢？三 n 平方哈乘以 a n 减一嘛哈 ，a n 减二的话，这等于多少呢？我上下把它除以那个 n 的四次方了，那这样的话就变成多少呢？这就变成了二分之三了啊。n 的四次方的话，这个就变成了一加哈，这个是 n 分之一嘛，我就 limit 了啊。limit 啊 ，n 趋近无穷大，啊，下面除以 n 的四次方，那这就二分之三嘛，啊，这个都是一了，除以 n 的四次方嘛，一加 n 分之一嘛，那除以 n 的四次方的话，这里就是二分之一嘛，啊，乘以多少 ？n 的四次方的话，这里就变成二分之一哈，那这是。一加 n 分之一，啊，整个的平方的啊，整个的平方嘛，啊，减掉多少呢？减掉这个是六分之一啊，那这个多少？这是一加 n 分之一嘛？不对啊，因为除以 n 的四次方嘛，所以这是 n 分之一啊。那这是一加 n 分之一，乘以多少呢？二加 n 分之一嘛，这样子。啊，当你 n 趋近无穷大的话，这一项要趋近于零了，因为这里有 n 分之一嘛。啊，这个趋近于零嘛，这个就是那个二分之一的平方。所以的话哈，这个就变成多少呢？这个的话哈，就变成多少？这个 n 趋近 n 分之一趋近于零嘛，这二分之三嘛，啊，这是二分之一哈，乘以多少呢？里面就趋近于零嘛，所以是二分之一的平方，这变成四分之一嘛，那这就消掉了，所以是四分之三的，所以答案是四分之三。